喜欢画图啦。可是好多东西都画过了耶，这次要画什么啊？那彤彤姐姐来出题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彤彤姐姐来出题。我知道了，请你们用圆形、三角形和正方形来想一想，它们可以画成什么呢？都完成了吗？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猫猫的。哇，猫猫画了什么呢？我把圆形画成了棒球，三角形画成饭团，正方形画成电视机。哇，猫猫画得很棒哎！那再来看看点点的咯，点点画了什么呢？当当，你们看，这是我画的房子哦。哇，真的很有创意耶！你看点点把所有的形状通通融合在一起了呢。哇，点点你好聪明哦。没什么啦。眼睛圆形，眼睛圆形，有什么东西是眼睛的呢？轮子是圆形的。三角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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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东西是三角形、三角形的呢？三明治是三角形的。正方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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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东西是正方形的呢？是正方形的。眼睛，三角形，正方形，三种形状的客家话，小朋友要记住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。张伦亮，拜拜。